我要向大家 demo 一下我们新做的机器 MakeCode Arcade 的机器。好，马上就来实做。我们来先做一只主角，做成32×32大小的主角，有红线。画一个可爱的生物。好，那我们要来控制这个主角。然后将这个主角的移动速度，我们把它改为200，有点像要跑大地图。OK， 所以左边你可以看到我已经可以控制这个主角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做一个地图。32×32的地图，我们用白线来画，就随意画。随意画。好，够随意了。那我们来设定一下这个地图。比如说刚刚画的白线全部把它当作一棵树好了，一棵树。像就这个16×16的树。所以等一下我刚画的白线全部都会变成树，就会变成这棵树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让镜头会一直跟着主角移动。好。有，诶，就会有了。但是现在这个主角还会跟树融合一体，就是在这边。我赶快哦，开启握。好。诶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刚刚的这台 MakeCode Arcade 的机器就只要这样 download， 哦，好，就嘿，刚刚画的东西马上就上来了。卡住，是个死路。OK， 好，